在这个清晨，这个美丽的早上，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期待。让我们一起开启这个令人期待的旅程。这个是由善基社举办的，我们也是很有缘分，通过善基社举办的这个活动，我们认识了大家。多一点点勇气，多一点点肯定，天总会放晴。带给更多家庭快乐是多一点点分享，多一点正能量。哇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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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次是8个分社，下一次是14个分社，再下一次是5000人呐、啊！志玲的同事们，尽量赚钱给老板，老板拨款出去做慈善，你们参与知道吗？啊，多伦魔力的 capital， 里面的 capital 商界 support， important， OK， thank you very much。家庭快乐是多一点点分享，多一点正能量，川流不间断，每一个小声音载满了关心，行进你心里，为你写下孤寂，让爱乘着声音，风雨不畏惧。爱没有边际，为神急了不停息。好，一个小声音载满了关心，行进你心里。为你写下不一样的字，首先那个人出的那个标题，到现在巴塞尼社从一个只有一间分社15名员工创建成14间分社。珍惜生命，感恩人生，对我们在公园这么好的一个环境，来一起念一下。心善心好，心美心慈，变得更美丽，给自己多一点点勇气，多一点点肯定，天总会放晴，请相信你真的可以把欢笑带给更多家庭，快乐是多一点点分享，多一点正能量，川流不间断，每一个小声音载满了关心，行进你心里。 Hello， 嗨嗨嗨，让爱成Hello, beautiful ladies. Wow, 真系，呀，很美很美。
请相信你真的可以把欢笑带给更多家庭，快乐是多一点的分享。今天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们大概有200多人左右啊参加了这场关爱之旅，我们就是要举办这场大的。 OK，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再来一次的又一次的那个旅游，再一次的参加我们三季音色的活动，我希望再见到你们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谢谢。这声音风雨不畏惧，爱没有边际，微笑极了不停息。感谢善记今天带了这么多的老人来到了这个室内花园参观，在这些老人的脸上能看到他们非常幸福的笑容，所以感谢善记，福志林陪您看世界，创造社会价值。今天呢非常开心有机会啊，福志林的团队参与到善记关爱之旅这个活动当中呢，我也看到了很多福志林的小伙伴们陪着年长者一起走一走，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大家真的体会到了善记的为善济乐的精神，也期待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福志林的团队更多的参与到善记的活动、善记的慈善事业当中。福志林陪您看世界，创造社会价值。